这是死者生前最后的监控影像。当时身为 KTV 头牌的他正走在上门服务的路上，殊不知等人们再次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是水库中的一具浮尸，全身赤裸，身上还绑有几十斤水泥砖。可让人想不到的是，警方最终能确定死者身份并抓到凶手，就因死者胸部的玫瑰花纹身。如果没有找到尸人，是最难扣的案件，你是不好扣的案件，你不知道是谁，你怎么扣？时间2014年10月23日，地点湖北省黄梅县。这天一早，一阵阵急促的报警铃声打破了当地公安局的宁静，同时也打破了当年小县城的宁静。有群众报警称自己在马路边看到了水库里的浮尸。接到警情后，当地派出所立即来到了案发现场。通过对报案人询问得知，他由于要避让路边车辆，因而要走到马路边，就是一个不经意看到了水库里的浮尸。通过民警对浮尸初步勘查，发现尸体全身赤裸，身上还缠绕着大量铁丝网，有着多处明显的锐器伤，这明显是一起刑事案件。随后派出所民警通知刑侦技术人员来到了案发现场，通过技术人员的勘查确认，这起案件是典型的杀人抛尸案。那这起案件的第一现场会是哪儿呢？通过对案发现场的勘查，技术人员并没有在周边发现血迹，种种迹象表明发现尸体的地方只是抛尸地，案发第一现场另有其地。同时通过勘查，警方确定了两个疑似抛尸点，其中一个就是报案人发现浮尸的公路边。由于这里是接近90度的悬崖，嫌疑人可以很迅速且很容易将尸体从这里抛掷于水库中。可在对该处进行进一步勘查时，警方发现能选择在这里进行抛尸的话，嫌疑人肯定对这里踩过点，或者对现场比较熟悉。另外一个疑似抛尸点的地方是一条离悬崖20米左右的山坡，从这个山坡下去，警方在这里发现了红色塑料袋，被割断的绳索，这条绳索与捆绑尸体的绳索相同。可让警方不解的是，山坡里到处都是杂草，树木丛生，如果要从这里将尸体抛掷到水库中，完全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，更何况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情况下，选择这条路径抛尸实在是不合常理。可在对现场做了更细致勘查后，警方发现山坡上的树枝有被折断的迹象，茅草也有被踩踏的痕迹。在靠近水库2-3米的地方，警方还发现了一根绳子，这根绳子是人为的被切断，而且在树丛中，警方还找到了红色塑料袋、黄色丝带。如果说没有特区的情况，一般的人也到不了那个地方，除非是刻意到那个地方去。所以我们当时就推测，这应该就是犯罪分子当时留下来的东西。两个不一样的抛尸点让侦查员之间产生了矛盾，他们一时间无法确定两个地点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抛尸点。对于这个问题，直到这起案件被真正破获后，警方才知道答案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确定死者身份。法医首先对尸体进行了检测，发现死者腿部有一个纹身，胸部也有一个玫瑰纹身，脚趾和手指都涂有指甲油，看样子死者为一名女性，工作性质更偏为娱乐服务。同时法医还发现死者全身被一张铁丝网围住，上面还有3块比较大的水泥块。如此恶劣的手法让警方不得不怀疑嫌疑人有前科。虽然尸体上绑有水泥块，可由于长时间在水中腐败产生的气体就会让尸体上浮。除此之外，法医对死者牙齿和指甲进行检测时，得出死者的死亡原因为窒息而亡，死亡时间在7天左右，而之前在死者身上发现的锐器上，只是尸体上浮期间被周边树枝和尸块剐蹭产生的。在尸体旁，警方还发现一个扭曲的铁耙架，在当地作为农用工具的物品，为何会出现案发现场？它又有什么作用呢？到现在，警方能确定这起案件是杀人抛尸案，同时也排除了这是一起因抢劫或临时起意的案件，现在只有仇杀或者情杀。由于尸体全身赤裸，身上没有证明其身份的物品，加上脸部被嫌疑人破坏，一时间警方很难确定死者身份。就当侦查员不知道从何处对此案进行侦破之际，具有多年办案经验的老刑警说出了自己的一个灵感。既然嫌疑人这么害怕让人得知死者的身份，那死者很有可能是本地人。这个灵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，很多的案件就是你到了案件现场之后，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得出的一种灵感，不是你坐享其成的一种灵感。
这个灵感的出现打开了侦查员的思路，而且法医此时也在尸体上发现了一个重要物证，他们在捆绑尸体的铁丝网上发现袋子的棉花，在当地这个季节正是采摘棉花的时节，这点更好地佐证了死者是本地人的说法。与此同时，经过侦查员的走访调查，捆绑死者的铁丝网、红色绳子和铁耙架在当地市场上随处可见，种种迹象表明死者为本地人，凶案第一现场也应该在本地。顺着这条思路，警方对辖区内的所有失踪人员进行排查，很快侦查员就得到辖区派出所民警的反馈。在10月9日，辖区内的一个 KTV 老板报警称自家员工汪某突然失踪了，得此消息，侦查员立即来到汪某工作的地方，对案情做了核实，同时另外一路侦查员来到汪某家中采集其父母的 DNA， 以便确定死者是否为汪某。随着检验结果的出来，这起案件出现了曙光，通过 DNA 比对，死者正是之前失踪的 KTV 服务员汪某。随后警方对汪某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，通过对其同事询问得知，汪某失踪当天是接到一个客户的电话，此人邀请汪某上门和他们一起玩耍吃饭，同时汪某同事还告诉警方邀请汪某的人叫潘兵。通过 KTV 监控，警方证实了汪某同事所言属实，监控显示在10月9日，汪某独自一人离开了 KTV， 期间也没发现汪某身后有跟踪的人，作为最后一个联系死者的潘兵很有可能就是嫌疑人，即使不是，他也应该了解一些情况，找到潘兵对此案的侦破有着莫大的帮助。可当警方将潘兵这个名字输入系统查询其具体信息时，却发现查无此人，警方只好把名字姓设置为潘，年龄在30到40岁，家庭住址在湖北省黄梅县，结果出来了几千上万人。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汪某同事在几个小时内竟从这几千上万人中找到了潘兵。通过调查，潘兵的真实姓名叫潘泽平，这说明潘泽平在 KTV 消费时一直使用的是假名字，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可能这一切只有潘泽平自己知道。随即警方来到潘泽平家中，打算就此事进行询问，却得知在10月9日之后，潘泽平也突然失踪了。根据警方了解，潘泽平和死者汪某并没有感情纠葛，两人只是熟客和服务员的关系，不存在仇杀和情杀的可能性。如果是因为财杀的话，可 KTV 工作人员都反映潘泽平是一个出手阔绰之人，应该不会因财将汪某杀害。就当警方快要把因财而杀的可能性排除后，外围调查的侦查员传回了一条重要信息，他们在调查死者汪某的银行卡交易记录时，发现在10月9日后，汪某的银行卡被人取走了10000元现金。通过对银行监控录像查询得知，当时来取钱的人是一名女子，可当侦查员仔细观看视频后发现，该女子走路五大三粗，脚穿男士皮鞋，身穿男士裤子，只是衣服是女士碎花裙，这一看就是男扮女装。让人惊奇的是，此人在取钱时不小心被监控拍下了正面，通过对比，此人正是之前失踪的潘泽平，种种迹象表明潘泽平有着重大作案嫌疑。围绕潘泽平，警方做了更细致调查，很快一个叫周某的男子进入警方视野中。周某是潘泽平的好朋友，也是他的老板，两人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，同时周某名下还有一辆黑色小轿车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潘泽平失踪的当天，周某也随之失踪，看样子周某与这起案件也有关系。随后警方确定了以车找人的思路，利用周某名下的小轿车，看是否能找到两人的踪迹。很快警方在案发周边的监控探头中发现了这辆小轿车，虽然车内人做了伪装，但警方还是发现了四个男子。经过调查，另外两名男子是周某的小弟，目前证据都指向这四名男子，可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才能给四人免费送银手镯。最终警方在嫌疑人周某的家中找到了案发的第一现场，由于现场还没来得及打扫，警方在这里找到了大量拖拽痕迹以及女性长头发，通过检测这都是死者汪某的。同时警方还在周某的家中发现大量才采摘的棉花，这与之前在死者身上发现的棉花高度相似，有了这些铁证，警方就需要给周某等四人免费送银手镯了。可现在的他们已经潜逃，要怎么找到他们呢？警方继续实施以车找人的思路，他们调阅了辖区内所有的交通卡口探头以及城市监控网络，通过一遍又一遍的筛查，警方在一个宾馆内成功抓获四人。到案后的四人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，原来
这一切都是因为周某做生意周转不开，急需用钱。潘泽平和汪某正好认识，他们就觉得汪某应该很有钱，四人就将其骗入家中，首先逼问出银行卡密码，得到钱后并把汪某残忍杀害，最后更是从公路边将其抛入水库中。可第二天白天来看时，发现尸体还在石头上，并没有在水中，因而又买来绳子和铁耙等物品，从树丛走到水库中，对尸体做了第二次处理。到此案件真相大白。在交友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自重慎重，不要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友，放松的这个放松警惕，是吧？隐瞒入室。